今日6月15日，我哋去参观天际一百。首先，我哋要去攞飞，咁咧有两张飞，同埋有两个圆形嘅好似杯垫嘅物体，其实就系俾你用 AR 嚟影相嘅。咁入去搭 lift 之前咧，我哋就会经过一条走廊，咁有好多投射影像喺呢幅不规则嘅墙上边，几特别嘅。咁其实啦，大家睇下呢段英文咧。就是話你知咧，呢一個係令你好難忘嘅地方。天際一百係高393米，可以冇阻擋咁樣睇到維多利亞兩岸嘅景色。咁呢個360度嘅壯觀天際線咧，就係可以透過一啲互動嘅媒體嘅設施咧，了解咗呢個城市嘅獨特嘅文化同埋歷史嘅。搭 lift 之前就會經過呢一個好塞巴嘅隧道，因為而家遊客少，比較人少啦，咁咧職員就容許我哋兩個人咁各自搭一個 lift 上去嘅，咁大概搭分零鐘咧就已經可以到咗天際一百觀景台。哇！咁快就已經出 lift， 咁一直向前行。去觀景台期間咧，望下地下，大家其實係一啲透明嘅，應該係膠板嚟嘅，就模擬咗下邊係一個城市，就係香港。咁大家睇下都幾特別。呢個模型應該係模擬咗維港兩岸嘅景色，俾大家參考嘅。好啦。終於行到觀景台，咁大家睇下呢一個就係天際一百嘅觀景台。咁主要今日係會嚟睇日落啦，同埋夜景嘅，慢慢欣賞啦。